你的电话。喂，对，我这里也是。好，没问题。那 LCL 呢？我当然知道 LCL 产量很有限，等会儿具体开会说吧。请注意，我知道。当然是线上会议。现严禁任何人员以任何理由外出。但请百姓放心，必要资源会按照人口配给。 我看完了，我们来玩。啊，稍等一下，是小雅。对不起啊，妈妈还在忙，你再去看一会儿书好不好呀？但我，好吧，乖。 是，原型已经完成了，但哪怕成功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：我们怎么去自动工厂呢？现在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在外面正常工作。啊，有了！